天国大道を思ったら、やんてで地獄だった。はじめから。哎呦，一开场都扑哧一下，干什么？啊，一开始呢，我还以为是什么番茄汁之类的，但是仔细想想，不太可能啊。但是附近也没有什么话剧，但是呢，而且还有一股铁的臭味，总觉得怪怪的。这种像有点像番茄又不像番茄的臭味啊，充满了我的鼻尖。そんな南国为什么会？这是一个超出日常的理解。就算是最糟糕，去猜测最糟糕的事情，以我们来说，经验还是不够呢。人呐、啊，人的生死不是在故事中看得到的。索库尼亚达在那边呢、啊，是沉浸在泡在血中，可以说是已经尸体的人类，衣服染上了红红的颜色，倒不如说简直一开始就是那个颜色。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的身体就开始颤抖着。然后，在旁边站着的是一个拿着菜刀的娃娃，头啊还在那边摇来摇去的，总觉得没什么现实感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会不会有谁感觉到呢？而过来，我是这么想的。已经没有时间去想娃娃庄里是谁了，嘴巴好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了。然后，哇哈！一声惨叫，我的意识也渐渐远去了。然后头有一股重重的触感，看来我是睡过头了吧？居然是我的午睡就醒来了，全身还沾满了汗，奇怪的梦呢，到底是什么嘞？之后再回用重新把意识恢复，慢慢站了起来。这里是。对了，我在午休的时候来到社团活动，在这边睡着了。桌上呢，我还流了口水呢。这是一本叫做《William Jules Baxter As You Like It》，一本英文科用的小说。正在试着挑战原文书，结果就睡着了。なんだかひどい夢見てたみたいだね。是不是看到什么很糟糕的梦了呢？不就部长。原来是部长。Good， 看来就是你的路线了。往上一看，那是一个黑长直美少女，然后无表情的看着这边。副部长さんは部室で何をしているのかな？副部长在教室干嘛呢？睡过头了嘛，虽然看起来就是这样，不是吗？虽然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不过因为长时间相处，可以看得出来他眼睛微妙的变化呢。看出来他只是想问我，而且期待我有什么好的回答。其实啊，是这样的事情。我是来找部长的。好害羞呢。Tede， 害羞个毛啦！莫名其妙，你们两个人。嘘です，没有啦，我给你骗你的。啊兹。そういう冗談は嫌いだよ。それに部長じゃなくて官な。而且啊，我不喜欢这种玩笑呢。还有，不要叫我部长，叫我神武。居然这么认真生气的部长，好意外呢。他叫做神武Totomi Kanna 尊海神武是乡土历史研究会的部长，比我高一年级，是三年级生，是这个社团的发起人。抱歉，就不知道怎么这样回你了。Kanna 不就神武部长我这么反省了，跟他说。顺道一提我叫做如月优也，我是学校的二年级生，是同好会的副部长。一开场就点满比较有震撼性啊，没时间让你慢慢跑好感度了。まあいいかな。算了吧。目覚ましにお茶でも飲む。醒来了喝点水吧，喝点茶吧，谢啦。确实这样叫就好了嘛。我们现在不需要管学姐学弟，就叫名字吧。不过是这样入了社团却就是叫名字了。他就伸了伸手，拿去拿了茶壶。虽然是个粗茶，请用。谢谢。これ、手がらし。他就自己把茶递了过来。
哎，不甘心啊，这个人啊，脑袋超好，而且还会恶作剧呢。现在这个小房间啊，就是乡土历史研究会乡土研的房间。要说是什么活动呢？那就是研究乡土历史咯。我们住的道上室研究那些文化跟历史，就是这样啦。不过实际一点讲的话，算是茶话会吧，就是喝茶的。那活动内容什么的，那就是也没什么特别活动内容，因为最近收不了部员呢。那所以说，就反正就随便做点事情啦。那现在因为也没什么事情好做，那也没什么活动意义了，就只是单纯的收些部员的房间，也无所谓啦，反正作为一些同好会的场所，就是作为大家集合的地方。话说回来呀，真亏这样的同好会会被学校承认了。嗯，私もびっくり。我也吓了一跳呢。那部长不好吗？嗯，啊，结果我的话啊，不小心触动到他了。就是有点意外的打动到他了。部长跟我啊，还有后面的两人都是乡土会的主要会员啊，也就是说我们集合了四个人，那、啊、至少确定一下这个场所。啊，この会は这是ハルカだね。是ハルカ吧？ユウ君，部長さんに会うために部室に来てるって本当なの？ユウ君，听说你是为了找部长而来的，真的吗？Oh my，エスパなんか，你是什么超能力者吗？啊，她如同要把门敲碎一样，一口气冲了出来。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女。これは一大事だよ。这是最重要的哦。啊。他就这么指着我，然后对我说：“这家伙啊，叫做阿里斯哈鲁卡，有莫杨家，是我的同年级同学，也是青梅竹马啊，炮灰啦，青梅竹马就是炮灰，你有不知道吗？”那你嘎三小，幼馴染の僕を差し置いて、部長さんの方が仲がいいなんてありえない。丢着青梅竹马的我不管，跟部长两个人甜甜蜜蜜的，怎么可以呢？啊，没这回事啊！我正想这么说的时候。合理に解釈すれば、私もユウヤの幼馴染。广义来说，我也是优野的青梅竹马哦。啊，然后呢，两个人站了起来。部长は途中で付き合いが途切れてるもん。部长，你是中间切进来的吧？虽然是也没错。僕こそがユウ君の最高の真の幼馴染なの。我啊，才是小优最棒的真正的青梅竹马呢。哎，我还不知道青梅竹马可以用最棒。或是真正的来形容嘞。部长突然靠了进来啊，把他的手腕抓着我的手腕。僕の許可なくユウ君に抱きついちゃダメ。不行不行，没有我的许可，你不可以抱他。しかし、こうしていないと私の電池が切れてしまうのだ。可是不这么做的话，我的电池就要耗尽了呢。え、なんですか？部長って。什么什么？部长是用干电池动的吗？我知道有另外一种东西是靠电池动的，我是说手电筒。嗯。いや、バッテリー。ユウヤの生体電気によってのみ充電可能。不，是 battery 啊，靠ユウヤ的身体电器才能充电的。哇，そうなんだ。哎，真的呀。嗯。他好像很认真的样子，不过他是不是搞错什么？算了，不说了。啊，倒不如说这家伙、啊。他的脑里面全部都是运动神经吧？呀呀，不不不，阿鲁卡、杨家，你被骗了啦！可恶！騙されてたの？許さないよ！被骗了，可恶！許される必要はない。还不要你原谅我呢？啊，然后呢？他又紧紧的抱着我。早く離れてよ！この泥棒猫！放开他！你这个小偷猫！啊，他就抓着我另外一边的手。他们平手，放开放开！啊，我就把他们两个人甩了开。哑巴，不妙了，不妙了，好像要被撕碎了！拜托拜托，谁把这个状况弄掉啊？はい、二人とも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ね。好啦，你们两个冷静点吧。哦，主角你根本混蛋呐、啊！不干，不然我的视线被什么盖住了啊？有两只手还把我压住，逃不了了。二人ともいい加減にしないと。哎呀，你们两个再不适可而止的话呀，那，
我感觉到了一种柔柔的感觉，啊，有点冷又有点温暖，嗯，好像回到幼儿期的样子。ユウヤさんが苦しんでますよ。物理的に。ユウヤ很痛苦哦，物理上来说。突然有好像很柔软的东西遮住我的脸，呼吸困难呢。我想着想着，想要摇摇头逃开来。もうユウヤさんって大胆ですね。哎呀，ユウヤ太大胆了呢。啊，听到了很开心的声音从头上传来。这个声音的主人啊是 Miyasu Sayuri 啊，公主佐优里，也就是刚刚所说的会员的最后一人。啊！色仕掛け、色仕掛けだ。Sayuri さんがパフパフで落とそうとしてる。这是色诱，这是色诱！佐优里怎么可以这样呢？あらあら。人聞きが悪いですね。哎呀，真是这样真不好呢。ニューヨーク、胸なら僕も大きいよ。いつでもどこでもパフパフしてあげるよ。小优啊，要比欧拜的话，我也很大哦。你要的话，我也可以帮你那个塞一塞哦。那个 puff puff 就是把头埋在胸部里面，这个讲法也太旧了吧。哈哈，僕の胸じゃ満足してくれない。他不满足于我的欧拜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部长一个人看了看自己的胸部，如果用部长的话来说，部长的胸部就是一个有如地图上的大平原吧。ユウヤさん、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ね。もしも両手がちぎれても、私が一生お世話をしてあげますから。ユウヤ、你放心吧，就算你的两只手都被切掉了，我也会照顾你一辈子的呢。为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明明应该很温柔的，是你从你嘴巴讲出来，我就觉得有点恐怖呢？喂，你别说那么恐怖的话了。这么说来，附近这些女孩子们个性不同，也是充满魅力的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这么喜欢，一定是因为那一天的事情虏获了他们的心吧。那一天发生什么？快说，快跟我说那一天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好想知道啊，优野。简直就像是那些糟糕的浪漫喜剧漫画的主角一样，这种就是现充吗？优格，妈，跟谁交往的话一定很好吧？但是现在就维持这样的关系也不错啊。优雅三，妈，但是我是一个迟钝的主角。优柔不断，谁都不想选，也所以选也选不了。あら、その本。那本书是？左右里从抽上抽屉中抽出了一本小说。懐かしいね。好怀念呢。去年私もそれ。去年我也读过呢。存个档。あずゆらいく。それが好きなとともに。あ、是 you like it 就是你喜欢吗？如你喜欢的。不过杨家的直接翻译法让我觉得很绝望呢。你也一起读吧，这个书。Shakespeare のお気に召すままですね。莎士比亚的那本书呢？所以你喜欢。知ってた、当然知ってたよ、僕。我当然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啊。顺道一提，那个哈鲁卡是僕娘，她是叫自己僕。素敵な恋の物語ですわね。シェイクスピアといえばリア王みたいな悲劇もいいですけど、私はこれ結構好きですよ。是很棒的恋爱故事呢。莎士比亚虽然说是个现实王一般的悲剧也好，但是我很喜欢这本呢。不对，你们说话就说话，可不可以不要扯着我啊？他们一面说的话，一面抓着我的手腕。我说真的，手很痛啊。好像快被拔断一样，真的可怕啊！对了，这种时候的应对法就是安安啊，肚子饿了。在社团里面响起了一个大声音，是我的肚子里的虫叫了。そういえば、僕もまだ食べてないかも。话说回来，我也还没吃饭呢。皆さん、お腹の虫が落ちてしまいましたね。運動した後はお腹が空くものだから。運動後肚子会饿呢。我又不是慢的健康器具。僕、
ゆうくんと一緒にするダイエットなら思いついちゃうかも。我想说跟小优就一起减肥吧。啊，你别勉强了啦，脸都红了。啊，至少避免了鲜血的抗的战争。总之，保就是虽然吵闹，但是保护住了自己，不错，算了，没事。优君，嗯，小优啊，怎么了？実はね、僕。其实，今日お弁当作ってきたんだ。我今天做了便当哦。哎，哇，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用眼睛瞄着我看了好几次。不过比起这个，我是比较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实力的。自分の方があるからいいで。没关系啦，我吃自己的就好了啦。啊，当然这不是客气，只是说实话，养家他没有料理的才能，不管再怎么努力都不行的，不行。ダメだよ。ゆうくんってば毎日コンビニ弁当とかパンばかりなんだから。不行哦，小优，你每天不是吃便利商店便当，就是吃面包呢。糟糕，不妙不妙了。杨家一看，部长从抽屉里抽了什么东西出来。その通り。ゆうやは自分の体に無頓着すぎる。没错，优也对自己的身体太不注重了。啊，他当然拿出来的也是便当，而且还是个大便当。というわけで。こんなものを作ってみた。所以说我做了这个给你。女の子が食べるには大きすぎますね。女生吃的也太大了吧？就算给男生吃也很大。さらにトン。还有这个。さらに倍率トンでドドンのトン。还有加倍的便当，加倍加倍。哇塞，他的便当已经叠到快跟天花板一样高了，而且。在箱子，而且在便当之间还露出了一些不知道什么真实生命的汁液呢。来吃吧，部长。虽然你头脑很好，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你也是很笨呢。ゆうくん、はい。加油，来啊！おかわりは自由だよ。来，随便你吃吧。两个人拿着食物放到我嘴边，怎么办呢？我有面包，哈哈哈。阿玛啊，那是我的可乐饼面包。僕何も知らな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那是很棒的可乐饼面包，一下就卖完的说。レア度で言えば、私の弁当の方が高いよ。如果说稀奇度，是我的便当比较稀奇吧。そうそう、僕の愛の結晶受け取ってほしいな。对啊，你就收下我爱的结晶吧。爱的结晶啊，爱好重啊。优雅三，优爷，怎么了？我正在想说，找想想看胃药在哪里，准备等一下放进嘴里呢。突然吓我一跳，嘴巴里突然一股甜甜的味道。好重到什么东西啊？砂糖を使いましたけど、甘いのは嫌いじゃないですね。是炒蛋哦，煎蛋哦，我用了砂糖。你不喜欢糖吗？居然是这样，有点怪怪的。間違って多めに作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けど。应该说不奇怪呢。よかったら食べてもらえますか？啊，开心哦！我不小心做多了呢。可以的话，你也吃一点吧。放屁！最好是不小心做多了，骗谁啊？啊，哎，没办法了，我也没我的面包了。总之，谢谢。鸡。死盯着。我没什么自信可以吃下两人份的便当呢。哇，ゆうくん大好き。啊，不要说，我还有自信可以吃下两个人便当。耶，小优最喜欢你了。我也喂你吧。啊，保健室有没有喂药啊？你看，要当个后宫主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吃完了便当，预备铃也响了，突然又想睡觉了呢。呀，不妙，今天怎么那么想睡觉呢？眠たければ、私の膝が空いていますよ。想睡的话，我的膝盖上面还是空的哦。干，我快受不了了！这主角到底有什么毛病？为什么一开始三个人好感度根本就突破天际了啊？这根本就像我玩《土哈的兔》，一开始好感度就全满锁全后宫结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主角离开这三个好感度，就后宫干起来相处的这么愉快呢？总觉得因为全身袭来一股睡意啊，没烦恼的时间啊，我就。
我就倒在了左右里的膝上。啊，女孩子真柔软呢。ゆうやさんって子供みたいですね。有也像小孩子一样呢，因为是事实嘛。斯里斯里。もういけない子なんですから。真是的你。居然是吸枕。男性の約 89% が一発で落ちるというフィニッシュムーブ。技に運ぶ過程も実に自然だ。也有男性 98% 的男性会被这招击落的必杀技，而且使用这招的过程也非常的自然呢。僕も優くんに膝枕してあげたい。我也要来躺在我膝盖上。ダメですよ、はるかさん。チャイムが鳴るまで。寝かせてあげましょう。不行哦，杨家太吵会把他吵醒的哦。はるかの負け。だね。输给杨家，你输喽。三个人一面说着说着啊，我的脑袋就慢慢失去了意识，就睡着了。哦，读音是 Odo 是不是？哦 ，Odo。OK， 谢谢。啊。然后呢啊，校内传来了一个是校内广播的声音啊，难得大家这么安静来吵我睡觉。嗯，我虽然躺在左右里的膝盖上听不太清楚，我就把脸抬了起来。3年1組のトートミカンナさん、至急生徒会室まで来てください。繰り返します。3年1組のトートミカンナさん、至急生徒会室まで。三年一班尊海神屋，请赶快到学生会室来。居然是部长全名，为什么午休会叫他过去呢？神武さんでしたね、今の。神武对吧？なんだろう。怎么了？この前のテストで赤点を取ったとか？难道是之前考试不及格吗？啊，又不是杨家，怎么可能？はるかさん、今回は勉強したのに、半分以上は赤点でしたもんね。杨家这次很努力了呢，不过还是有一半不合格哦。僕のウィークペイントをつかないで。不要刺我的弱点了，啊。这不是 pendle， 是 point 啦，啊，哎，杨家的学习能力，只要回复是不可能的了，啊，简单来说啊，他的点数全部都点在 STR 力量上面了吧？部长发生什么事了呢？部活動について。恐怕是社团活动吧？啊，确实，每天我们都在这边鬼混，没做什么事情，难道学生会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不。僕生徒会って嫌い。我讨厌学生会。向こうもお仕事ですから、邪険にするのはいけませんよ。就是说要他们要做一些检查。僕らに対する風当たりが異様に強いもん。他の同好会と違って何度も注意されるし、絶対に支援ありえない。而且啊，他老找我们的茬，明明对其他的同好会都没做那么多注意的，一定是跟我们有私怨啦。我觉得他是看主角不爽吧。如果我是学生会，看到有一个人一天到晚被三个女孩子包住，我也会很不爽。确实呢，好像是他们敌人。啊，总之你也不能无视学生会的事情。总之部长就出去了。不就俺も一緒に行きます。部长，我一起去吧。だって。哎，可是我也算是副部长吧。总之就一起听吧。如果被骂的话。ゆうや。哟，你。哎呀，优佳好感动了。僕も一緒に行っちゃおうかな。啊，我要不要一起去嘞？啊，不用了。总之你们就留在这儿吧，我们之后还跟你说的。わかりました。我知道了。何か言われても気にしないように。不管说什么都别在意哦。啊，大概会被念吧。总之就先去吧。今回ばかりは我慢の限界です。这次是我忍耐的极限了。何度も注意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改善する様子はまるでなし。いいえ、むしろ前よりひどくなったわ。我已经警告过你那么多次了，一点都没改善，还变本加厉了呢。你想想看。那个 Kion 的轻音部不是也是这样吗？私は実績を残しなさいと言ったはずよ。それなのにどうして何もしようとしないの？我明明说要留下一些，做一些成绩出来，结果你们什么都没做嘛。啊，到了学生会，结果有一个学姐对我们用严厉的视线照了过来，说什么视线我没看到，我只看到欧拜啊，哪来的视线？哦，有视线的。这就是私立光明学院三年一班连续两期的学生会长。非常有人气的叫做 Kujo Shizuka 九条静香，你死定了，你铁定是第一个被打爆的啊！仔细一看，那声音他的非常的生气。你完了，你这个金发双马尾，你会打扮的跟艾莉一样就有用吗？我
觉得你绝对会受，会不会会被第一个被插爆的。さらぎゆうやくん、副部長のあなたまで真面目に聞かないってどういう了見なの？如月有眼，你们好好听我说啊。啊，抱歉抱歉，因为白天没好好睡。まったくもう、あなたが唯一の良心だと思ったのに。真是的，我还以为你是唯一部里面的良心呢。啊，申屠会长把身体往前，那撑在桌子上，因为好累哦。もう二学期なのよ。郷土犬のような同好会も多いから、これを気に引き締めてもらおうとしてるのに。効果が全然出なくて。已经第二学期了，你们乡土会跟乡土会上同化很多，你们什么都没做。ストレスで胃が痛くなりそうね。压力好大，胃好痛。カルシウム不足。私は煮干しをおすすめする。我觉得你可能是钙质摄取不足，我推荐这个海带哦。100g級のカルシウム含有量は牛乳の22倍に相当する。100克里面的钙含量是牛奶的22倍。牛乳は基本だけど、跟牛乳一样。日本人の大半は乳糖の分解酵素が少ないので、不过因为牛奶啊，日本人大部分都没有那个乳糖酵素，所以我比较不推荐。里面说着，里面从书包里抽了什么东西出来。これは煮干し。来，乳干我包怎么是海？这干海带嘛，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拿开来，这个就是。里面有很多的钙质哦。生徒会室への煮干しの持ち込みは禁止です。啊，不准拿海带到生学生会室来了。お好みでなければ無乳糖ミルクが。还是你喜欢无乳糖的牛奶？他又从里面拿出了牛奶。哇，不行，部长没救了。そういう問題じゃないわよ。ていうか、生徒会室に持ち込まないでちょうだい。啊，不是这个问题。话说回来，不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学生会来，好不好？美味しいのに。好奇怪，部长。你这根本是在跟他挑衅吧？他又把那个海带跟那个牛奶收了回去啊！所以你所谓的认真活动是什么、啊？他の同好会にはそう言ったけど、あなたたちは別よ。虽然其他同好会也有，不过你们的不一样。共同研は活動内容もないに等しい。それどころか、他の生徒からいかがわしい同好会だと揶揄される始末。因为你们什么活动都没有，人家都在笑你们呢。啊，伊卡卡瓦西王帝什么意思？曰く郷土犬は。啊，就是。草薙優也のハーレムサーク。这个还是什么，就是下流之类，或者是，就是可能就是什么不知羞耻的那种学生会，也就是大家都说乡土会啊，根本是如月幽影的后宫社团，不是吗？不对啊，我觉得就是啊，没有错啊，学生会长你没讲错，本来就是他的后宫社团呢、啊。そんなことは、你这么说也。否定しがたいものがある。不过你说的我也不能否认，你们为什么这么棒啊？哎，你不否认吗？まったく。そもそもなんでこんな部活が認定されたのよ。为什么当初会认可你们这样的社团活动呢？确实。そこは私の手八丁口八丁。誰にでも後ろ暗いところはあるものだし、例えば学園の教師とかにも。那是因为我在背后做了点行动，嘿嘿。我不想听那种事情啊！这自然都是社团创设的秘密吗？それはそれとして、昨年の活動実績の一覧がここにあるけど。虽然这么说，去年的活动的话。学園に持ち込まれる青年雑誌の種類と男女比について、休み時間に行われる遊戯の種類について、放課後デートにおける定番コースについて。仔细看一下你们去年的活动，就是在带杂志来，午休之后玩游戏。放学后约会就是这样。どれもこれもいい加減な発表ばかり。私が見る限り、実績と。你们老发表这些东西，我怎么能够称之为实际作为呢？无法反对。そもそも共同研の活動には前から懐疑的だったのよ。得体の知れない非生産的な同好会の人じゃない。这些鬼混的家伙。同好会の設立ではあなたの口車に乗せられたけど。你们想要同好会的设立那种借口来，我不会再被骗了。とうとうみかんのさん。郷土歴史研究会はこれを機に徹底的に我要趁这个机会彻底的弹劾你们这个乡土研究会。等等，你突然要我们留下什么实际作为，也太急了吧。そのために今呼び出したのよ。正因为如此才叫你们来的。あなたも公明の生徒なら知っているでしょ。你也是光明的学生吧？学園祭が刻一刻と近づいている。那你也知道我们学园祭快到了。是啊，不就是班级要决定表演什么吗？だったら。私が言わんとすることも理解できるわね。那你就可以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吧。学園祭に参加し、実績を残しなさい。你们给我好好的参加学园祭，留下些东西。まともな実績をね。不过不可以随便说点什么，要做真的哦。哎，这也要求也太过分了吧。
啊，部长最擅长的就是东搞西搞啊，要认认真真的弄这些东西可不擅长呢。啊，这样子的话，话说回来，上次讲这件事好像是幼稚园老师跟我们说的一些事情。啊，刚那哎，刚那句什么意思？看一下，刚那句是什么？点忘了。哎，都巴克鲁格什么？看一下刚那句他说的啥？不是不是啊，漏得掉了。哎，怒不安，这不是恐怖游戏啊。哎，我刚怎么开出那个东西的？我刚 backlock 怎么开出来的？哦，有了有了，这什么？啊哒啦伊哒啦，卡肯纳多莫德鲁，看不太懂。反正他好像是说，这是之前幼稚园要玩游戏会的时候，神无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因为这句话，然后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那个时候就知道学员祭铁定失败了。哎，我们不能拒绝吗？共同圏には物質を割り振っているわ。学園の施設を使用している以上、最低限の決まりは守ってもらいます。是可以跟可爱的少女们做紧张的事情，不过有没有色色的我就不知道了。就算是色色，我想也是很红吧，一对红色。就是总之说，再这样下去就不让你们使用那个社团办公室喽。也是。安心しなさい。ああ見えて、カンナさんはただのヒルアンドンではないわ。放心吧，啊，神武可不是日那个。私に万年にを強いてきた人よ。いざという時には隠された実力を発揮する。他就说可不是只有神武是那个路灯哦，啊，我也可以，我也要发挥隐藏的实力了。虽然我很开心，大概吧。睡着了。他的妈妈寝てる。居然站着睡着了。就是这样的人呢。あなたという人は、あなたという人は。你这种人，你这种人。切羽詰まらなければ何もしない。だったらそうさせてあげます。郷土歴史研究会、あなた方が学園祭で実績を残せなければ。哎，四幺一二三三，他就说，总之如果你们这次学员祭不留下什么，就给我把那个办公室还来。我去装点水。哎，突然说要没收我们的房间，然后我就大叫了一声：“等等等等，怎么可以这样？”今までに散々しています。一度も改善が見られない。每次说了半天，強固な手段に出るのは当然でしょ。你们都不听，只好用强硬的手段了。本来は即刻返上し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ほどです。私なりの慈悲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本来是想直接没收的啊，这可是我的慈悲呢。怎么跟最初的感觉不一样？那他的表情很认真的，他只是说真话。啊，单方面的说，我们也没机会反驳了。你干的啥？神武。あなたのわがまま三昧もここまでよ。世の中には決まり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教えてあげる。你的任性也就到这边了。我要告诉你，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もしも物質を取り上げられたくなければ、心を入れ替えて真面目になりなさい。さもなければ。郷土圏に未来はないわよ。如果你们布施被拿走了，你们将来乡土园就没未来了呢。其实搞他们鬼混了一年，其实我觉得他觉得蛮慈悲的啦。鬼混一年的废物社团，然后给了你一年的时间用布施，每天在那边开后宫，现在让你回来，我觉得也很合理呀。总之就是监狱的这个危机啊，大危机，就是要想办法处理了。
还没吧？我觉得要开始病娇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吧。至少有点学员季完了才会开始啊，怎么办呢？哎，叹了口气，现在脑海中想的都是说要没收学校社团的事情。那要是不留下些什么的话，那东西都没了呢。生学生会长虽然这么说啊，可是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呢。哎，ゆう君どうしたの？授業でわからないところでもあった？小优怎么了？你不知道上课上啥吗？僕にでき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するよ。ゆう君のためなら縁やこらだもんね。啊，我能帮什么忙吗？只要为了小优，我什么都做哦。啊，没什么要跟你谈的啦。僕のこともう必要ないんだね。子供の頃からずっと一緒だったのに。不需要我了吗？小时候明明说一起在一起的，在一起的说啊，抱歉，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没什么要谈的、讨论的。我要杀了小优，然后我也去死！哎，你别这样，你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的。哦，啊，无奈的了，喂，太危险了，你从哪里抽球棒的？小优把我丢掉了，就像一个玩坏的烂玩具一样，一般把我丢了，对吧？其实很早就 flag 插完，而且攻略，而且好感度都全满了，这是好感度已经全满了。小优居然这样对我，优小优你的笨蛋，可是我还是爱你。哎，住手住手住手，总觉得那一怪搞错了吧。哎，你们拜托阻止一下他吧，被敲到会重伤的耶。いつものことだろ。一日一回は起こる夫婦漫才だし。哎呀，福师不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要来一次的夫妇相声。你们这些无情的家伙，你们这些还是同班同学吗？この際、ついでにみんなも殺しちゃう。对啊，都到这种时候，干脆就把大家全部杀光吧。明明应该很……哎，何それ怖い？哎，虽然他讲得很可爱，可是我觉得蛮恐怖的，好可怕！搞什么？真的暴走了耶！哎，稍等。暴走的杨家什么都看不到呢，靠近他很危险呢。大家快逃！啊，在优野说跟他说出爱的话之前，大家别进来。大家很擅长的就出了教室，好像是例行惯事一样。快，优野，爱的告白，一发搞定他。喂，你们没有人想阻止他吗？小优最喜欢你了。啊，阿蒙，算了，没办法了，只好把羞耻心 max 了，不然教室的东西全部被打烂了。虽然对生徒会长的学生会长的印象又更糟了，但是没办法了，只好正面承受这个球棒了。海鲁卡，那你有个怎么啦，小优？啊，我是诚心诚意感谢你的啊，就说要说出真心的话。Skida最喜欢你了。啊？これが愛なんだ。这就是爱吗？啊，おさなじみとして大好きだって聞こえてない？我最喜欢青梅竹马的你了。哎，没听吗？よくやったユウヤ。我刚刚一瞬间还以为哈鲁卡蹲下，然后把球棒收起来。嗯，干得好，优野，你真了不起！おめでとう、ユウヤ。ありがとう、俺たち。恭喜你，优野。教室の机は破壊されない。多亏了你，教室的桌子没有被打坏呢。幸せにね、ハルカちゃん。結婚式には呼んでくれな
なきゃダメだよ。要幸福哦，杨家，你们结婚典礼的时候要叫我们来哦。行くぜ、野郎ども。上吧。みんなで大家把优野举起来吧。わっしょい、わっしょい、わっしょい。何この茶番？这什么闹剧呀？なんなんでしょうね。是什么呢？哎，大小姐。いつものことですけど、毎日あんなことをしているんですね。虽然平常都是这样，不过真困没每天都能这样呢。啊啊，都被人家说是相声班级了呢。天丼は基本だね。啊，天丼是基本。哦，学员季还要举办那个相声啊，不过还是普通的咖啡店好了。嘿嘿嘿，愛情表現は幼馴染の特権ですものね。ありかなしかで言うと、ありですよね。啊，爱情表现可是青梅竹马的特权哦。要说有或没有，就是有喽。好きだより、I love you baby の方が面白い。啊，比起喜欢你 ，I love you baby 还比较有趣呢。看 ，I love you baby 是三小啦。那什么呢？比起阿斯基达更阿拉修贝贝更有趣，怎么的阿拉修贝贝是什么鬼啊？别这样，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顺着就下去？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阿拉修贝贝好吗？咖啡店的竞争力很高，但也没办法啊，要求独创性也没那么容易。糟糕，杨家坏掉了，只会哎嘿嘿了。哦，分部位很简单啦、啊，打成汁，一人一杯就好了。啊，そうです。ここは一つ。毎日全員に愛情表現してはどうでしょうか？啊，对了，这样子我们这边啊，就每天哦 ，I love you baby， 哦，我刚才 I love you baby 是什么鬼啊？哦，对了，我们每天每个人啊，大家都来个爱情表现怎么样呢？多亏你们，多亏我这样念，你们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哦，还是 I love you baby 啊，つまりさ，也就是说。